已伸出了镣铐。他们说分开不计较，到底谁爱了多少？那现在我们该用哪种礼貌，才不让你我都困扰？怎么用点头微笑代替拥抱？彼此寒暄问候最近好不好？就像老朋友偶然遇到，每秒都在客套，距离把握得刚好。我们用街头喧嚣掩盖心跳，把忘不掉这件事藏进热闹，就像我们手煎熬洗掉专属记号，或许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忘掉。他们口中的忘掉。